的这种大背景下，军队文职人员招聘工作有序开展。那么作为这次考评的专家，严格把握质量，严格要求，严格秩序。那么在这个整个过程中，我们做到公开透明，这样的话我们能够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把更多优秀的人才吸引到我们